广播电台高德全球，中国不远，不在耳边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，我是王烨。9月4号，天津港大坝事故进入第24天，我部当天15点共发现遇难者人数160人，已确认身份160人，仅有13人失联。事故核心区外扩散的废损车辆集装箱货物已经清理完毕，核心区内金属废铁等已被安全外运，核心区清理处置已进入最后阶段。环境监测方面，8月25号以来，事故点1公里范围外环境空气、地表水以及土壤都已经稳定达标。另外，截至到3号的24点。